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来了。我今天开会的时候，他们就跟我说，你可以做一些肢体动作，因为我很想当谐星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先敲一下，祝大家在疫情期间还可以宅在家吃到美味的食。如果你的厨艺不好，跟我不是跟我一样，是跟尹真一样的话，并没有，选这个就对了。各位。大家晚安。今天呢是想在家，多想在家，就是这么的想在家。家里面没有主厨没有关系，我们有想在家集团，它上面有七大品牌，就是有非常多的厨师，把这么多集团的泰式啊，或是川菜什么合成一个，就是想在家他们的冷冻食品。我今天吃的就是它了。然后呢，我其实试吃了非常的多款，然后今天精选了这几款来给大家。我桌上这个呢是梅干咸烧白，它上面呢就是一大片的梅干菜，然后跟配着这个来，你各位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肥肉在我心目中它就是一个王美，你看，哇！然后另外一款就是之前我吃那个想太多的帕能咖喱，非常好吃。然后那时候一直呼喊有没有冷冻包，哎、啊，结果就真的有，然后就来找我了，我爱干爹。它的味道会比较奶一点点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它里面是松板猪，然后跟马铃薯，它比较像是干咖喱，就是它完全没有加水，然后用咖喱跟椰奶熬制而成的。然后另外这个呢是它的红烧清香牛肉汤包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讲它的牛肉汤包全部都是用牛肉条，然后跟红萝卜，然后再的话就是这个牛肉馅饼。然后跟刚刚大家很多人说的这个葱油饼，对，它是厚的，高诶。上次说什么彰化的握寿司嘛，我就立刻握一个寿司给你们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现在今天讲话速度比平常还要快，很想吃的感觉。因为我跟你说，我刚室友那边煎葱油饼煎超久，可是我肚子很饿，然后我就觉得可恶，它的梅干咸烧白，哎，是不是应该换个名字？没有啦。开玩笑，它的咸度够，可是你吃得到梅干菜的香味哦，它不是西点梅酱哦。好，我等一下，再让我吃一口，然后我再开始吃葱油饼，等我一下，你们先冷静。雅纯说今天刘海生日可以唱歌给你听，可以，等我一下哦，再让我吃一口。刘海，我有记得你，我 remember you。哦，新年快乐，哈哈，你们看一下哦。哦，好烫。你要记得输入折扣码，我的折扣码是挖爱千千，挖就是口吐吐挖那个挖。爱千千如果打错，我真的会伤心。你输入之后可以再折扣100块，哎，很划算嘞。我想它里面的葱超级无敌多，而且呢，重点是脆，然后还有那种面粉香，然后跟那个葱还有胡椒的香气，哦，这个真的是，等一下再让我咬一口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太慢吃它了，所以我觉得它咬起来没有脆的那个味，脆的味道没有很大声，脆的声音没有很大声。嗯，这是我用气炸锅的，然后气炸锅出来的脆度应该比较大声，都没有很大声呢。他们的梅干咸烧白是3到4人份，然后帕能咖喱是1到2人份。可是老实说，我觉得帕能咖喱对我来说是偏1人份，因为我吃的偏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对我来说分量就是还好。你看那样沾，是不是非常的疗愈？这是它的那个葱油饼，它一包里面是有6个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它非常的贴心，是它里面有个别把你分开。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牛肉馅饼，跑去哪？你今天就是要给我吃的牛肉馅饼，我不想要翻另外一面给你看，是我室友刚不想把它热太黑了。嗯，整个喷汁，等一下你看，有看到这个汁吗？收到试吃的时候，里面一包不是有6颗，我5颗都稍微大，只有1颗是完整的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吃。可是重点呢，主厨就说你要先用电锅蒸个6分钟之后，你再把它丢下去平锅煎，它就会比较不容易炒回答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它的那个椰奶的味道非常的重，因为老实说，我就是很喜欢吃椰奶味很重的食物，然后它就是认真的有在重，然后它有一点点辛香，它自己吃起来会有一点点辣，它是有点像辛香料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小孩子可能会觉得太辣，但大人应该会觉得还好。
欸，我看到诺亚说侵略性的辣，侵略性的辣是哪一种辣？偶尔呢也想要串一下很侵略性的辣在直播的时候，但是我怕大家看完之后会想要离席，想说什么意思。我本来想说它里面是放松板猪，因为松板猪比较贵，然后里面的肉可能会比较少，但它里面的肉量其实放的还蛮够的，它的汤汁好像有点少，这是正常的，可是它的那个浓度是很适合很配饭的。然后我查资料，通常帕能咖喱都是加牛或是鸡，可是他家松板猪也真的超级搭。168点组合完售了吗？是不是应该加开一下？我跟你讲，真的啦，不要用筷子了啦，用汤匙啊！是不是很难想象这一桌都是冷冻食品？它看起来超级不冷冻食品的。它的红烧牛肉汤也非常好喝。怎么办呢？我要好好认真给你们介绍，可是我现在一直就是很想要疯狂的、很认真的吃它。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。这个是牛肋条，而且它整锅的那个牛肉汤都是用牛肋条做，然后它的红烧香气非常的够，可是也不是死咸的那一种。哎，我觉得它介于软烂跟 Q 度之间呢，吃起来不会有你觉得只会软成这样子，然后油腻感很重，它也不会 Q 到让你完全咬不下去，因为它牛肋条不是本身就会有一点油脂嘛，所以它吃起来不会抡，然后也不会干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因为我其实也有试到那种就是牛肉汤包冷冻的，然后它牛肉干很，它牛肉非常的干，然后凯婷说我想买组合，但空间感觉不够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冷冻库真的要塞爆了，可是我觉得冷冻库塞爆这件事其实本身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后来发现呢，因为很多人跟我分析那个直立式跟卧式的，我后来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直立式的，因为卧式这种东西我很懒得翻，等到最后上面一定会有那种沉积十几年的那种食物，马铃薯，然后跟松板猪，然后配上白饭。怎么办？我今天称都是白饭杀手。哎，我今天究竟会吃几碗白饭？鱼干说我也想吃，想在家。鱼干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你真的会喜欢，尤其是帕能咖喱，你真的会飞起来。你会直接飞到先撞到天花板，而且它，我等一下就是从屁股爆出来，它是每一颗的那个线都非常的炸开，然后每一颗它都有汁，小编说主厨说你煮得很成功，欸，主厨是哪一间的主厨啊？疫情过后我去那间吃。海苔说什么电锅可以一次煮六口，欸，六口可以吧？你们通常都是煮。因为我们家电锅偏大，想到人家说主厨在总部说 OK 拜，没关系，我一点都不难过，是有一点啦。有人说加开又卖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们不要这样子啦，有点开心欸，你是不是想在家是不是应该找第二次？小小编你说我是不是很优秀？小小编你说它冷掉也很下饭，因为它还有梅干菜的那个香气在，所以它其实冷掉之后它吃起来也很下。哎，我既然都卖完，我现在可以表演其他东西了吧？我最近有在练那个 aespa 的新歌，欸，巧玲说为什么要唱歌跳，欸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趁现在都已经卖完了，当然可以唱歌跳舞啦。一爹说我都不知道卖什么就卖完了，一爹没关系，那至少你可以看我表演。而且你有发现吗？这个一整包的梅干咸烧白我吃超久的，因为它的那个量其实算蛮多的。还有彰化握寿司这个肥肉，不止加饭，单吃也是很棒。瘦的地方不会柴，然后我刚刚看到有人问说会有猪味吗？它完全没有任何的猪膻味，帕能咖喱也没有。欸，我再加一碗饭。欸，怎么办啊？白饭杀手，我今天要吃几碗饭？欸，等说，我爸妈那时候对牛肉汤也赞不绝口，那我这时候应该快点，我要来 aespa 的舞台。牛肉音以记住纯正心寒，这个应该可以整个包进去。然后 PT 说梅干扣饭是开饭的菜，是不是？他们梅干扣饭真的很好。欸，你现在你等一下啊，是 PT 他有念错的哦，他是梅干咸烧白。就他还说我们还在算说今天到底要了几口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，让我很害羞。欸，今天的左边是什么啊？左边是我对你的爱，右手也是我对你的爱，合起来就是双爱。对不起，这是你说叫干爹赞助演唱会，我用新台币支持演唱会。到底有哪个干爹敢赞助我演唱会啊？那干爹可能会崩溃呢。我要再一个白饭，而且我的唱全部都是老歌，欸，所以你们就妈妈来也可以哦。
Jaco 现在很认真的说要开演唱会，还有一个问他没有啦，等下像招容一样问了小英没有人到场，我要怎么办？一个人在上面我会害羞哎。牛肉汤喝完了，这种形式的葱油饼，它原本就是一个长条状，然后捏成这种形状。你看这个，张爱说现在直接开唱，哎，对啊，我现在如果开唱就是千人演唱，哎，哎，等一下，2000人演唱是小巨蛋吗？有吗？哎，我刚刚牙齿还卡了一个葱，等一下我要。哎，但说真的，能够一次把他们寄来的评价全部都试吃完，应该也没几个人的吧？莫名的骄傲是吧？我觉得应该算是没几个人的。或者说 PSG 去看数字下来磨到手，哎，这，哎，我封锁他，生气，为什么？看李宗硕演唱会被摸头杀，这皮诺可，这个直接电死。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起去看 Super Junior 演唱会，就是到时候最前面那个最贵的那一个，我一定要就会在那一区。平常很省，你知道吗？可是那个就一定要买一下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肥肉的握寿司。有人说我应该如果在美国开唱，应该会是第一个会被罚款的人。家人说吃不到就先看芊芊的重播过感瘾，是不是很想吃？ Panda 说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？ Barry 说我到底听的是，哎，我刚刚唱的很好吧？你的良心到底在哪？哎，完蛋了！好，吃完了。白坤说音准爆了，哎，我唱的蛮好的吧？其实我台语歌唱的，你聊什么偷啊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先速速的先打开一下我们的奶黄包跟人气的芋泥包。来，各位，你各位来哦！哇，等一下，直接爆开！你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冷静看待。来，你们是不是有买过奶黄包？打开的时候，里面的奶黄馅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呢？没有，你看看这个。主厨在不在？主厨，我真的是要给你一个特级厨师的这个徽章。我本来想要贴在我自己身上，后来想说我吃，我干嘛贴在我自己身上？是不是很疗愈？你这也是滴的到处都是，哎，这不是只有我哎。来，你各位是不是？你各位到底是哪各位？你各位就不要再这样叫我。来，你看看这个，炸开。然后我跟你说，芋泥包最适合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配着牛奶一起吃它，我跟你讲就会有这种什么芋奶的那种感觉。嗯，而且它是每一口你都可以吃到满满的芋泥哦。来，因为今天呢是刘海的生日，同时间也是特哥的生日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唱一下生日快乐歌。咋啦？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生日つかみだ。噔噔噔。さなはに刘海特哥宇轩以及今天最近这礼拜生日的大家，生日つかみだ。I wanna dance。哎，不是吧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太……我还没有那个瘦瘦的实力耶。今天的直播呢，就是想在家的直播，对不对？想在家，好想跟你一起在家吃饭。主厨在家，你不用下厨的那种吃饭。大家要记得，哇爱芊芊的折扣码可以用到7月31号。如果你们有买的话，记得使用这个折扣码。正辉说芊芊购物台，对，芊芊购物台要关了。好想好想去真正的电视购物台，感觉应该很好玩。晚安 ，I wanna nice。